必须清楚的，就用沉默来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些也叫人无法想象，这些人的一点也没同情心。我怎么能够把这种秘密的内容去告诉大家呢？全球联合会议已做出决定，命令太空堡垒不许再留在地球上，并命令所有军人不准离开太空堡垒。如果不照现场抓去做，就要强制你们执行。年轻人的见管，可爱点。好像有点过分。是的，很过分。他这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命令我们必须离开地球。我给你倒杯酒呗。马上事故发生以后，我希望堡垒能够在地球上降落。可是既然我没有地方可以接受这凄凉无辜的平民。尽量的紧张。我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刻很美。我们还是为居民的安全准备吧。这种建议很好的理事。为居民准备。那么等我们做完后就得执行这个命令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在起飞前把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向大家宣布。你有没有去宣布？还是让我亲自宣布，队长。那我马上去做好准备。那位有什么吩咐？不是，报告舰长，我们已准备好了吗？有，都准备好了。现在你们仔细听着，阿明，你悄悄地做好保卫起飞准备工作。什么？准备起飞？准备起飞？你的意思是说你非常团结的是真的？我们应该现实一点，是不能够为了更大城市。这不是过后的什么安心都不要干了，都要淹死了太堡垒的平民了。可是生活有地方能接受他们，只后方能留下。现在就不能背后检查，我们要来不及了。没想到飞机是全球联合政府里的大任务，我是中国北京的老百姓，他会注下这个命令的。说明发了命令的这件事情，跟我父亲之间的矛盾已经处理了。他们都已经被离开地球，在月球背面发生了四面火星般的喷发。这些数天上天飞行的飞船，以超宇宙速度飞行所产生的磁力光，给这些小的客户等待着的信号，他们开始逃跑。Stay where you are! Robotech will be right back! Return to Robotech, now!加强防范。舰长，这是个危险种子。
来吧。保护什么舰长？我相信会告诉你们，地球联合武装力量指挥部决定保卫地球的最好办法是用太空堡垒来把外星人引回。我们要做牺牲品。现在敌人的指挥官们出现了，他们所乘的飞船小心翼翼地照在地面上，打了地飞船中心。他们看见飞船等待着传派出去的三个特务回来，向他报告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全球联合会议的这项命令，你们不知道这有一个